它们各有长处，能做出不同的美食，它们各具特色，是智慧的凝聚。究竟是怎样的设计？敬请收看《歪发明机械大厨五》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，我是主持人丁希。这前些天啊，我的一位朋友呢从河南省的汝州市啊给我带来了当地的特产，叫做特色的锅贴馍。哎呀，这个味道呢也是非常的香，又酥又软的，特别美味，我吃了一口就爱上了。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位发明人呢，他也是来自河南省汝州市，对锅贴馍有着深厚的情感。他呀就做了一台锅贴馍的加工机，究竟是怎样的设计呢？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。馍是我国北方地区最主要的主食之一，通常是由面粉发酵后蒸制而成。馍有各式各样，在陕北就有黄馍馍，还有西安特色的肉夹馍，以及河南地区的锅贴馍。在河南汝州，锅贴馍是地道的传统名吃，受到当地人的喜爱。然而，锅贴馍的制作工序十分复杂。做锅贴馍第一步，和大多数做面食的方法一样，都需要把面给和好，揉均匀后，需要拉伸，方便撒油、撒调料，之后卷起来，形成一个长方条。虽然是用发面制作，但揉好的面团还需经过醒面这一步，二次发面的过程，才能使得锅贴馍口感好。最后，将面团蘸上水，贴在铁锅内壁蒸烤20分钟，美味的锅贴馍才制作完成。整个过程费时费力，且人站在蒸锅前十分闷热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这种斜放式的炉子，锅贴馍要沾水才贴稳，但沾水的牢固程度也是一时的，也常会有滑落的情况，那样会造成锅贴馍的浪费。那么，有没有一台机器能够代替人工，做出美味香甜的锅贴馍呢？发明人蔡志军，发明项目锅贴馍加工机。蔡志军家住河南省汝州市，钳工出身的他，对于机械制作那可是全身心的投入。不但如此，蔡志军还是个点子多多的人。他说，只要他一摸工具，头脑里就会有想法蹦出来。从制作机械第一天开始，蔡师傅就从机械的焊接到材料的选取，每一步都是细细的把关，从不错漏。最开始的时候，就是我到一个朋友家去看那个，去了他们家是用的是老传统做法，就一个大锅，一个垒的土灶，啊，一锅一锅一个一个的做得很慢，钳工出身，啊，就是什么了也不精吧，但是都能干。哎，我在想是不是能搞一个能系统化的、系列化的、能这个是批量生产的这种机器。下定决心要做锅贴馍机后，蔡师傅一刻也没有松懈，第一步就从改变炉子开始。锅贴馍讲求上蒸下烤，改变放置方式会如何？敲敲打打的3个月，终于完工了。新机器采用电加热的方式，在锅底内部安置了8个加热装置，另外设计了一个蒸汽发生器，用电将水烧开，利用铁管将蒸汽送入锅内进行循环，这样就可以蒸烤出可口的锅贴馍了。为了简化擀面揉面的过程，提高锅贴馍的制作速度，蔡志军还特别设计了一套揉面机。撒油，这地方撒油。哎，对，撒调料。哎，手工再卷一下以后，出去，擀了一下，都压了一下，压了以后呢，都代替人工。机器真的能做出锅贴馍吗？我们打算实际试一试。你看，这把就和好的面团嘛，对吧？在里面一放，这个地方都转了，连料都撒了，撒了以后呢，
哎，哦，这现在就已经做好了。哎，对，对对，就是做好了，这比以前的赶上的快的太多太多了吧。几秒的功夫，一个成型的锅贴馍就出来了，速度上的确快了不少。有了揉面机，用蔡师傅的话说，至少可以替代四个人工来完成这步工序。看来效率的提高可是显而易见的。但揉面只是最开始的一步，锅贴馍做得好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打算放上两个面团试一试。一切准备就绪，这台机器能够烤出美味的锅贴馍吗？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，大家都紧张的等待着开锅的信号。紧张，这一锅熟了。锅盖一开，热气腾腾，香气四溢。哎，挺好的。又热又香的锅贴馍烤出来了，品相不错，蔡师傅很满意。他决定找当地做锅贴馍最有名气的严师傅来，与他比试一番。比赛由人工队八名队员和机器组成，我们还请来了做锅贴馍生意的蔡师傅进行组织和裁判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我面前有48斤面，分成同等的份，看谁在最短的时间内生产出来的锅贴馍效果最好，数量最多为优胜。开始。裁判一声令下，人工队这边相当快速，不愧是有着十几年经验的老师傅，擀面、烧火，配合默契，一刻都不停。而另一边，蔡师傅开动机器，从揉面这一步开始，一卷一压的功夫，一个锅贴馍的雏形就出来了。大伙儿在冒着热气的炉子旁，一刻都待不住，纷纷都跑到蔡师傅这边，多少对机器的快速感到震撼。而人工队这边丝毫都不松懈。哎，大姐，像你做锅贴馍做多少年了？做八年了。做八年，那你觉得做锅贴馍累吗？累累。八个人和机器比，你觉得能赢吗？我觉得能。这位师傅，你觉得我们把这贴完以后，你觉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20分钟。20分钟是吧？行，好，那我们就期待。人工队士气不弱，机器队的速度也是飞快。一旁围观的人们看的是津津有味，他们会怎样说呢？你觉得是人做了快一点还是机器做了快一点？那肯定机器快。看到有人支持机器队，八位经验丰富的师傅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。然而就在人工队快准备最后一锅的馍时，机器这边却抢先了一步，已经在做抹油的准备了，接下来就已经是放置锅贴馍了。蔡师傅动作沉稳，与他的助手两人一同将做好的面放入锅中，有条不紊。这时人工队也开始往锅上贴馍了，但是速度上已经慢了许多，大家也只能寄希望于质量上了。究竟质量上哪方能够获胜呢？10多分钟过去，机器队的锅贴馍出锅了。这回出锅看起来很成功，就连大伙们都忍不住拍手叫好。速度上蔡师傅的确胜了一步，但接下来蔡师傅可是要比质量的时候了。很快人工队的锅贴馍也做好了，我们将两队的锅贴馍分别给大家进行品尝。锅贴馍做得香，人们吃得更香。那么品尝过后，大家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？哪一队的锅贴馍更受到欢迎呢？好吃，机器好吃是吧？最终机器队的锅贴馍呼声最高，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。吃完了锅贴馍，接下来呢要为您上一道饭后甜点了，尝一尝美味的泡芙。有人说奶油和蛋糕走进了婚礼的殿堂，成了奶油蛋糕，而深爱着奶油的面包只能够将爱埋在心里，变成了一只泡芙。所以当你咬下一口，你就会深深地爱上它，这就是泡芙独有的魅力。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发明项目呢就与泡芙有着密切的关系，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。泡芙口感香甜，深受大家的喜爱，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？今天我们的记者就来学习一番。你好，你好，那个
个我是想过来学习一下这个泡芙到底是怎么制作的。可以是吗？好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好嘞，您贵姓啊？我姓邱。邱是吗？啊、邱师傅，我看这个外边做了那么多，全是您一个人做的是吗？是。那太厉害了，我看花样特别多。泡芙的话，您大概一天能做多少？500个吧。行，那我今天就想学习一下怎么做，请教一下好吗？可以。行，我看这儿有一些这个原材料。那您，我现在开始做吗？行啊，可以啊。泡芙是源自意大利的西式甜点，蓬松的奶油面皮中包裹着奶油、巧克力或者冰激凌，成为了甜品爱好者不可忽视的一道美食。在制作泡芙时，首先是要将泡芙外壳烤制出来，在容器中逐一加入水、黄油、砂糖和盐，加热煮熟到原料融化之后，再撒入面粉、牛奶和鸡蛋进行搅拌，直到所有的原料都相互融合成光滑的状态，形成泡芙面糊，就可以装入裱花袋中被挤压成型了。这就可以挤了是吗？对，这样挤成型。还要挤出那种花型的。对。那每个大小你怎么把控？也是要靠平时的经验。绵软的泡芙面糊从特制的锯齿形裱花嘴中被挤压出来，就形成了类似花朵形状一样的泡芙坯。哦，这种裱挤好了。不快。你要我挤啊？我也想试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行，那我试一下。随便吧。你觉得我能挤吗？可以，绝对没问题。挤得很轻松，这挤出来就对，手抬高一点。我这挤行吗？手不要抬得那么快，挤出来了再来。我怎么觉得我挤得这么奇怪呢？一看就没有食欲。我这样的就除了影响卖相之外，还有别的影响吗？会吗？就烤出来你觉得会好吗？烤出来有些可能会歪掉，然后很难看，在我们这里只会当次品。次品？对。没有直接报废我就满足了。泡芙坯的成型直接影响到烘烤之后泡芙的外观，而且同样规格的泡芙在同样时间的烘烤下也可以达到一样的成熟度，所以通过专业烘焙师的挤压，每一个泡芙都可以形成同样的大小和重量。好，现在都挤完了哈。对。然后这样，咱都烤一下，我看看我这个烤出来到底跟你那个差别有多大，无论是从外形上还是重量上，好吧？谢。还有口感上，咱比一下。现在我们就可以动手烤。好。我们将做好的泡芙坯放入烤箱中，调好温度，经过20分钟的等待，泡芙就出炉了。看看我烤的跟你烤的有什么区别吗？能看出来。这很明显哈，这边是你烤的，这边就是我烤的。泡芙面糊在烤箱里会受热膨胀，里面形成的空心正好可以注射灌入奶油，让泡芙变得更加外酥内滑。完成最后一步，就可以品尝一下今天我们制作出来的泡芙到底味道如何呢？老大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好吃。外面酥酥的，然后里面有奶油，特别甜，特别柔软。好，别烤了。好，真好吃。好，我再尝尝我的。一样好吃。泡芙的制作需要一定的技巧，想要做的外观和口感俱佳并不容易。那么，有没有机器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呢？这天，记者得知有一个发明团队研究了一台泡芙机，打算过去看一看。你好，麻烦问一下，麻师傅在吗？哎，你好，我是。您是吧？哎，你好，我是我来发明的 B
边打黑板圈。是这样，我听说您这儿是发明了一台可以制作泡芙的机器，是吗？哎，是的，是的，机器就是这个机器。就是这个，是吗？对对对对、啊。我们机器，做这个泡芙，这个很有优势。有什么优势啊？速度。速度上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做出来就是菠萝泡芙。菠萝泡芙。对，就是菠萝泡芙、哦，直接做出来就是菠萝泡芙的。什么是菠萝泡芙呀、啊？就是外面有菠萝皮的。哦，就还不容易就普通的泡芙、哦，我们外面就是软软的，没有那种酥皮，对吧、啊？那我们把这种酥皮叫成菠萝皮，因为它裂开了以后像菠萝这种花纹，所以叫菠萝皮。哦。所以我们能做这种泡芙。哦，就是比普通的还要难一些。那当然，那当然，那是牛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呀、啊。那很厉害啊！那发明人马耀军团队发明项目：自动摆盘泡芙机。马耀军和王月勇来自浙江嘉兴，两人一个从事了十几年的蛋糕烘焙行业，另一个接触了十几年电气自动化。当烘焙遇上机械。他们便用个人所长，一起研究出了一台自动摆盘泡芙机。马耀军团队发明的自动摆盘泡芙机，将泡芙酱料和菠萝皮料分别放入两个料斗，通过螺杆输送装置和分流装置，完成泡芙酱的挤压，与菠萝皮配比混合成型，然后从出料口挤出成连续的泡芙卷。切刀装置将连续挤出的泡芙卷切成圆柱体型单个泡芙，最后泡芙自由下落到烤盘里。那么这台机器做出来的泡芙究竟口感如何呢？我们先烤出来一盘试试看。均匀的，看每个个头都很好，然后而且它这个外边这个菠萝皮也都很好，满意吗？你们觉得？满意，这个很好，应该比较满意。很酥，很酥啊。而且这次感觉发的特别好。机器做出来的泡芙又酥又软。记者和马师傅都觉得很满意，在记者的建议下，马师傅决定将机器带给蛋糕房的师傅，请他看一看。就这么，这是我们带过来的泡芙机。哇，这就是泡芙机啊！做了十几年都没见过这东西。没见过啊？那你觉得它这能做多少个？要看一下，我这是放什么的？这是放。泡芙酱呢？哦，这个呢？这个放菠萝皮的。第一次看到做泡芙的机器，蛋糕师傅感到很新奇。在马师傅的一番讲解后，他决定把店里所有的蛋糕师傅都叫出来，和机器比试一番。第二天一早，比赛双方都准时的来到了比赛现场，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。好，那咱们都准备比了，对吧？对。那怎么都一块呢？我看啊，我们这样，我们在规定的时间之内，或者五分钟时间之内，我看我们谁做的多，好吧？我们一台机器你们十个人吧，哪个做的多，好不好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可以吗？没问题。五分钟。对。好，那咱们就这样，五分钟的时间，看你们两边谁做的多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做出来以后，咱们这边就是这么多大的评审了，让他们来尝一尝，看看口感怎么样。咱们不仅要比这个速度，还要比这个口感，好吗？可以。好，咱们这边有信心吗？有。我们不只有信心，我们还有口号。我们的口号是：相信自己，我们是最棒的。那咱们这边有口号吗？有。是什么呢？没想好是吗？行，一比十呀，一比十。一比十嘛。你们这个气势有点弱呀，再一起喊一下。我们的口号是一比十。看来咱们这两边都非常有气势，也非常有信心哈。那咱们就准备，我这边就开始计时，五分钟，看谁做的多，看谁的口感好，好吧？好，听口令啊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好。比赛开始了，人工队这边全力以赴。
而泡芙机也丝毫不松懈，从起点处发起了冲刺的速度。现在过去一分钟了，好的好的，一分钟。机器现在还稳定吗？稳定，稳定啊，现在没什么问题。好，你觉得咱们这边能赢吗？我一定能赢啊。能赢是吧？一分钟了啊，好，加油啊。咱们这边是几个人切呢？两个人切。两个人切，跟得上吗？跟得上的。跟得上，嗯，现在已经1分50秒了。好的。这个大概得切多厚呢？也就3毫米左右就好了。3毫米。对对对。我看您切的有点不均匀啊，一定要保证这个质量，一定要好比口感。是是。好吧，好，加油啊！行行，注意安全。好。2分钟了啊！2分钟了，咱们这边做了几盘了？这已经做了8盘了。现在已经做平第10盘了。第十盘了，哎，对，厉害！哇，我来都来不及，加量来不及了，太快了，实在是太快了，真的太快了，一个人加量来不及了，来不及，哎，一个人加量。还挺高兴的。你看现在人工做了多少盘了？我估计不会超过5盘。不会超过5盘啊？哎，我在人工这边，机器这边做10盘了，就人工机器那边做10盘了。我们也做了很多了。咱们这几盘了，现在？大概9盘左右。9盘啊？你还数了是吗？对，因为我们有4个人在挤嘛。嗯，加油啊！咱们这个都是手工来放啊。对。那我感觉你放的有点慢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皮是酥的嘛，容易碎，快的话有点轻盈。那得加油啊！机器那边都不用放这个。这个人工的嘛，要用心的。用心才能做出好的食品。18盘了，18盘了，哎，好快啊！是不是？太快了！哎，是的，我加料拿盘子来都来不及，速度真的是快的。好，18盘了，哎，真的，机器那边18盘了。哦，我们也差不多。你们多少盘？我们没数啊，来不及数。来不及数。咱们这边多少盘了？有人知道吗？有人知道吗？12、13盘吧。12、13盘，那咱们这边没有机器快啊？我马上能赶得上的。我怎么看着你在这闲着呢？你怎么在这闲着呢？你们闲着呢？没有，机器快，而且它做出来形状啊、大小都是基本上一致。可是我看你都没有去人工那边看呀、啊。我这边看得见了吧？毕竟人工出来啊，有大小不一的。哦，觉得大小不一是吧？那你觉得口感哪个会好吃呢？现在不知道，等一下尝了再说吧。好，现场比赛气氛激烈，连时间都不觉得加快了脚步，双方为了赢得美味泡芙的荣誉，都是拼尽全力，火力全开，希望在制作速度和口感上面都能够赢得第一。576个，咱们这边是608，等于咱们这边要多数量多了，多了，而且不要忘了，咱们这边是10个人，对吧？咱们这边是2个人加一台机器，对，啊，你觉得那咱们这边是不是有点弱了？是，它机器的确厉害，这就认输了。没有，烤出来看口感吧。好，那咱们准备烤一下。好，来大家尝一尝。泡芙机目前以数量的优势暂时略胜人工队，那么最终到底哪一方的泡芙口感
能够获得更多人的认可呢？考试咱们也考好了啊，这个香味儿真的是溢满整个屋子了。那就看这个烤串这个外形的话，我观察的话就是伦敦这边好像也是有一些大小不同，是吧？咱们机器这边还是比较匀称，那就是咱们这边有特意的去设计这一块，对吧？对。那这样，现在等于这个大小这块，咱们机器这边还是要领先一些。接下来就是比拼最后一项，就是这个口感，好吧？咱们大众评审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咱们这边来准备尝一下。为了让泡芙更加美味，这次同样在里边注入了奶油。来，现场的群众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了。这刚烤制出来的泡芙还伴着热气儿，正是口感酥脆的最佳时候。那大家更喜欢哪一种呢？怎么样？你觉得哪个好吃？机器的好吃。啊，手工的，看到这里咬底部是还是有点软的，咬下去就上面是酥的，但这个呢，整个一个，整个都是咬进去都是酥软的，这里也是，这里着色了都是酥的，但这中间是软软的，特别好吃。哦，喜欢这个口感是吧？好，它整个都是酥脆的。您喜欢吃哪个呢？我还是喜欢吃人工的。人工的，人工这个的话，它下面稍微软一点。这个是整体包起来稍微硬一点。哦，你喜欢吃软的是吗？对，还是软的好吃。好的，行。那咱们现在这样，支持你们认为是手工的好吃的，你们就站在咱们邱师傅这边，等于是我的左手边，对吧？如果认为是机器做的好吃呢，就站在这个麻师傅和王师傅这边，就是我的右手边，好吧？来，咱们迅速站成两排。好，大家都想好了是吧？不会再变了吧？不会。行，那我开始清点人数了啊，看看咱们机器这边多少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对吧？还有个小朋友。咱们这边呢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。好，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，等于通过大家一致的这个品尝，咱们机器队这边获胜了，一票的优势获得了胜利。邱师傅，你现在是什么心情？的确机器厉害。服气吗？服气。那就是咱们这边男师傅王师傅怎么样心情？现在心情也很好。我们觉得这个我们机器确实应该说还是比较可以的啊。等于今天无论是从速度上还是这个品质上，对，品质上还有这个口感上，对，都是我觉得我们都是比较满意。以后有什么打算？当然我们会再接再厉，更加做出更加好的成绩。好，那就恭喜你们，好吧？谢谢大家，为他们鼓掌吧。有朋友问我说，吃烧烤的时候啊，必点的是什么呢？那肯定是羊肉串了。但其实呢，除了羊肉串之外呢，还有一样美食我也非常喜欢，那就是面筋。好吃的面筋啊，这吃起来特别筋道，但是呢，要手工制作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。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发明项目啊，就与制作面筋有关，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。发明人福雄，发明项目自动面筋机。烤面筋可以说受到很多人的追捧。面筋是一种植物性蛋白质，它营养丰富，但好吃难做。传统面筋制作首先需要和面、醒面，醒好之后一块一块分切开来，然后再一块块拉开，逐个缠绕到竹筷上塑形成串。下锅蒸煮成熟之后，还要切割成弹簧状的面筋花，才算制作完成。整个过程效率低，劳动量大，可谓非常辛苦。福雄是湖南益阳人，父亲老机电工，他自幼跟随父亲学习机电技术，得父传授，不仅培养了兴趣，且悟性极高。然而做过工，办过厂，经过多年的闯荡，福雄却成绩平平。他对自己机械技术没有好的发挥，一直心里有梗，决心静下心来做出点名堂，证明给家人看。一次机缘巧合，福雄路过一家面筋烧烤店，买来几串尝尝的同时，跟店主攀谈了起来。在得知烤面筋生意很火，但店主常常半夜还在制作面筋，非常辛苦后，在他的心中萌生了
做一台面积机的念头。萌生了念头，他便动手尝试了。零件不好找，市场上没有参考，查资料翻书籍，遇到难题想办法解决，终于一台面积机做出来了。这台面积机主要由轮式模具输送装置和面积螺旋挤压装置组成，机架上设置有传动机构和光电探头，传动机构每带动模具输送轮步进一次，便送一个模具至螺旋挤压出面口的位置，这时传动机构设置一伸缩杆进入模具一头，确定模具内部空间长度，光电探头确定模具位置准确后，将面积挤入模具内，此时另一侧的伸缩杆将面积挤入模具中心位置，然后轮式模具输送装置继续旋转进行下一轮操作。这台机器究竟好不好用呢？这天记者来到湖南益阳，找到我们的发明人，打算一探究竟。一番介绍后，福雄给记者实际进行演示，很快面筋卷做出来了。那么机器做出来的面筋蒸煮20分钟后，吃起来口感会怎么样呢？能得到记者的认可吗？好了，可以吃了。可以了。哦，现在好了。20分钟过得有点长啊。哇，这都出来了是吧？有的。出来了没关系。没关系是吗？只要熟了就行。这熟了就行。哦，好。捞几个吧。好不好？就看这一下了。哦，有点烫啊。哦，这个看得不错。哦，确实是气泡，这里边就有一些气泡了，就跟那个蛋糕似的，有点虚了啊。对，但之前的那个都是实的。哦，嗯，就是没那个韧劲儿，就是没那么大了，是不是？对对了，这样就好了，是吧？对，松软一点。要松软一点，对。面筋吃起来口感不错，福雄告诉记者，今晚还要挑战当地做面筋最有名的童师傅。比赛的地点在童师傅的烧烤摊位前。很快，机器队的福雄和童师傅队参赛的五位师傅都做好了全部的准备。面呢，我一边为你们准备了一盆面哈，对，都是一样的，这个大家检查一下，没什么异议吧？嗯，没有，没有哈，都是一样的。等会儿呢，咱们看哪一方在最快的时间内把这个面给做成面筋，要成那种花状的面筋哈。嗯，行，并且还有就是要烤出来给大家吃，让那个在座的所有观众来给大家评一下，看谁做的又快又好吃，好的，好不好？又香，好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信心啊？来自哪里？你的信心？我们来自五个队员，一起加油！加油！加油啊！哇，这还没比就气势来了。这边呢？我们不怕。不怕。那肯定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咱们不争了啊！现在呢，我喊开始，给你们就计时了，看谁先完成，并且做得好吃，行，好不好？来，好嘞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。比赛开始了。双方迅速地进入状态，一边是机器，一边是5名手艺娴熟的人工师傅，究竟哪一方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呢？看到如此紧张的比赛，围观的群众会做出什么评价呢？啊，怎么样？觉得今天哪个队会赢吗？我一直觉得这个机器队会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机器快一些，他们那5个人这边只有2个人，而且一个机器可以比他5个人肯定快一些不？我觉得这机器队会赢。问他为什么？因为机器队它是全方面的电气设备，它智能方面都比手工队都要贡献一点，强一点。机器队很不错，要快一些喽，要先进一些，要先进一些。机械搞得卫生一些，机械搞得卫生一些。哎呀，又一个观点。好，咱们看看这边有没有支持人工队的，有没有支持人工队的？我们都支持人工队的。都是人工队啊？对对对对对。人比较多，看到那个机器的话，你看半天出来一个，人工的话，一下就能出来5个。一下就能出来5个。因为我认为人工队做出来的有感情，机械队就是机械的。啊，机器队，所以你就支持人工队的。不错，有想法啊！手工队，人工队，对，哦，手工队，好了，那咱们等会儿都给你们尝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两边的比赛可谓如火如荼地进行着，人工队一边一个人分切成段，4个人往竹筷上缠绕，
分工明确，有条不紊。而机器队只是将切好的面放入料斗即可，两个人也不慌不忙。加油加油加油，快点！也是两块，我们也是两块，那里上下没有压力，没有压力啊！这么你看人家都跟你差不多了，还没有压力啊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机器很快的。两边的速度可谓不相上下，谁知就在焦灼状态的时候，机器队似乎遇到了麻烦。怎么关键时刻出问题了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看看是什么？你看，他比机器快了吧？不比我们快啊？你看人家哪里坏了呢？啊，那我们赢输了啦。这是没了，已经快加油。人家都快弄完了，咱也剩下一点了，快点找找原因。这个管子卡住了。管子卡住了。对啊。没事，我可以处理一下。那赶紧处理，赶紧处理啊！机器队突然出了问题，可是人工队依旧马不停蹄，剩下没做的面积已经非常少了。应该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哈！那我们来来来，赶紧，快点啊，快点！加油加油！没事没事，来得及啊，加油！本想着恢复战斗力了，可是机器才刚刚转动了一下，就又不行了。还是不行啊？还是不行。又输了吧？又输没了，是没了吧？算了，我们输了，输了吧？那人工队，人工队，我们加油！我们胜利了，对，胜利了，对，赢的，恭喜恭喜！好，面对人工队的胜利，福雄并不服气，他提出要跟人工队比一比面筋的口感。那么在口感上，机器队是否能够扳回一局呢？此时两边的面筋都已经进锅蒸煮了，围观的群众已经望眼欲穿了，看了这么长时间的比赛，就等着面筋成熟的那一刻了。30分钟后，两边的面筋终于成熟出锅了，机器队将面筋一个一个从管里捅出，然后放入切花机里进行切花，人工队则一人一把大刀，眼疾手快旋转切花，很快面筋开始烤制了。蓝色竹签代表人工队，红色竹签代表机器队。为了更公平起见，两人用同一组炭火，用同一种调味料。那么，到底谁的面筋会更受大家的欢迎呢？估计一下，今天谁的投票会多一些？明天是我们手工的了。手工的，估计是我们的。你估计是你们的？好，咱们空说无凭啊！来，咱们下去啊！来吃面筋了，小伙伴们，香不香？香。拿一个，一人拿一个。把那个拿回给。等了许久，终于吃上了美味的烤面筋。那么，经过一番品尝，大家会更喜欢哪边的口味呢？我看您怎么举了三根签啊？我家儿子也一个。啊，家儿子一根，这是投给了红色的是吧？我看啊，为什么觉得这个好吃？红色的软一些，味道好一些。大哥，您觉得哪个好吃？红色。红色，为什么？面筋味道哈，面筋味道好啊！哎呦，今天这红色的票还不少呢。您这边呢？红色，也是红色，有嚼劲，有嚼入味。这是入味，红色的，红色的，也是红色的入味。来，谁觉得哪个好吃的？来，给我放过来。红色，这边，来。这都撕开了。咱们看一下，答案就在这儿了啊。大家交回的竹签中，到底哪边的多一些呢？此刻两边都紧张的期盼着。好油啊！来，大家看一下结果，这个是蓝队，这个是红色的，恭喜恭喜！耶，不错不错啊！恭喜红队，胜利了！我们烤板是输了，就是我们机器的还是赢的？速度上面是赢的，速度呢？啊，人工队速度还是赢了，是吧？当然哦，不过也是，您这机器都坏了。对，机器都坏了。能说了，我是算了，我还要改进。在这一轮的比赛中，福雄的面筋机卡住了，输了速度，好在口感上险胜，扳回一点颜面。可是，这作为一台机器，竟然斗不过五个人工，福雄很不服气，决定继续改进机器。本着一件事情要做就做成功的信念。
顶着向家人证明自己的压力，胡雄继续研究着新一代的机器。经过一段日子的动脑钻研，还真做好了。改进的怎么样了？这机器改进好了。改进好了，把以前那个复杂的那一部分，我就把它赶紧去掉，就直接用一个爆冷就给它加到上面，就把这个可以达到这个效果。我顺便给它增加了一个螺旋切割机。螺旋切割机，就上次那个切的那个小机器。对，切螺旋那个，我就把顺便加在那个角落了。这样子的话就把它合在一起了。对对对，又可以省那个了。新一代机器机械结构简单了，它增加了一套面筋出模装置，利用两个轮式模具输送轮，两个轮同步步进，每步进一次，第一个轮把装有主面筋的模具输送至螺旋切割机入口位置，传动设计一根圆棒深入模具挤出面筋，此时被推出的面筋直接掉入切割机进行螺旋切割，空模具步进至两输送轮结合面，由于重力作用掉入另一输送轮上，再步进至螺旋挤压装置出面口挤入面筋，如此反复大大提高了制作效率。接下来就要进行一场实际大比拼了，人工队上次输了之后很不服气，要知道这面筋大王不是吹的，怎么能在那么多街坊邻居面前输了呢？再说机器上场比赛虽然口感上赢了，速度上败给人工，那么这次改进之后它能让人刮目相看吗？这次你看这么兴师动众的，一旦出了差错那是有点下不了台阶了。我不怕。不怕？这次不可能会输的。不可能会输的。我们是有备而来的。您看到人家的这准备了吗？看到了，确实气势有嘛，吓人的。绝对要赢了他，好不好？一定赢，肯定要赢的。你看我们人跟队今天这个气势压了他们这个机器队。都是做面筋多长时间了？三年了。三年了？哎呦，你们呢？都是三四年了。三四年了。看一下您的娘子军还有这十把菜刀究竟今天管不管用。对，看好不好？等一下进效果吧。好，咱们现在开始比一下。比一下好，比。要不要你们两个人打打气？我们加油。一定赢。一定赢哈。我们北一定是加油。加油。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比赛号令一发，大家都如离弦之箭般快速进入了状态。这次十个高手对抗机器，悬殊还是比较大的，因此福雄一边也是丝毫不敢马虎。人工队一边杨子军就是不一样，机器队才刚刚开始，他们的面前已经堆成堆了。您这刀工很厉害呀。我练了这么多年肯定厉害咯。是吧？是的，切得很利索。嗯，很上手啊。卷很上手啊，做了3-4年了。三四年了，老师傅了。哦，卷得特别匀称。对，加油，人工队加油。听到人工队的加油呐喊声，机器队虽然人单力薄但也不淡定了。好，准备继续吧。机器队加油。比赛显然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状态。人工队加油！人工队加油！我看您这边速度也不慢哈。也可以啊。也可以。不过我要去看看机器队，我听说他们已经快弄完了。你觉得？我们不可能吧？不可能啊！对，我过去看一下。郭师傅，机器弄得怎么样了？我们第一波都快做完了。就剩下这么一点了。我看一下。真的弄完了。这个活也弄完了。全部弄完。哇，这么快呢？那边还在慢慢裹呢。我们第一步就马上弄完了，弄完了就弄好，慢慢裹吧，我们就开始去煮了。就可以煮了，是吧？对对，马上就要煮了。哇，机器真是神速啊！我看这十个人是不是有点……上下五个人没问题，他们十个人肯定搞我们不赢的。不要把大话说在前面嘛，你后面还有一步呢。不怕，等一下看了，等一下看啊！对，加油加油！对对对，好，我们完事了，走完了。加油！很快，机器队所有的面筋都已经放入套管内，开始蒸煮了。人家机器队都弄完了，我们也差不多弄完了，马上就发了。对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！人工队加油！加油！这十把菜刀一定要发挥出你们的威力来，快点！
虽然机器队暂时领先一步，但是人工队是一次固定成型了。机器队煮好之后，还要将面筋从套管内捅出，多出一个步骤来，所以只是暂时领先。人工队一边，所有面筋也都开始蒸煮了。好了，我们这里好了。好了。这里还放十块钱。我以后就马上就可以切了，快快快，加油！人家已经开始切了，您还得多长时间？十来分钟是吗？啊，加油加油啊！此时面筋机已经进入推出面筋开始切花的工序，人工队虽然也已经蒸煮成熟开始切花，但机器还是率先完成了任务。好，现在呢，在这个速度上。机器队是获得了明显的胜利，好不好？可以说再比他们多加五个人也没有问题，是不是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恭喜一下。来，好，但是呢，咱们的下一步骤也很关键。来，你们的竹签，咱们同样的数量啊，你们的蓝队，然后你们是红队，看谁呢把这个烤出来的面筋给大家分下去之后，能获得最多的就是回签率。好不好？可以。两队分别将自己制作的面筋穿上竹签，那么众口难调，多人的口味会觉得哪种好吃呢？是马上就能吃到烤面筋了吧？ 对， 对，马上就好了。今天晚上的究竟谁会赢啊？这个现在还不知道，肯定是我们赢，肯定是你们赢啊。现在看观众呢，看观众的口味了，是吧？对对对。经过一番精心烤制，两盘美味的烤面筋出炉了。究竟哪一方在口感上更胜一筹呢？接下来的决定权就要交给现场的大众评审们了。这次每人现场领两串面筋，觉得哪个好吃，就将支持队的乒乓球投入篮中。哪个好吃，小美女？哎呀！哪个好吃？哪个？这个啊。好，我帮您一份。真的很软的。很软是吧？你喜欢吃软的。好。来。你也觉得这个好吃啊？是。为什么？这个软一些。软一些。经过大伙的品尝，究竟支持哪方的人更多一点呢？好，我数一下这个结果哈，二、四、六、八、九，九票是人工队，人工队输了。啊，那这样算下来的话，25减9，16票就是咱们机器队，恭喜机器队获得了胜利。来来来，对，击个掌。嘿，人工队这边有点遗憾，今天。味道啊，太咸了一点点，调味道。太着急了吧？可能是有一点点吧。啊，本来我以为这个速度上比不过机器可以理解，胃口上应该是要要好一点，要好一些的。结果有点有失水准。今天我们那些的辛苦搞活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。欢迎大家关注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和新浪微博，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。我是丁馨，下期节目再见。自动翻炒机能否真正替代人工完成自动炒菜的工作？小小牛肉丸里却有着大秘密。怎样一台机器让烤鱿鱼不再辛苦？敬请收看《我爱发明》，美味巧制一。